们第一站到湖口去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清水。我们去第一座、两座，就到清水去，然后就到第三座垦丁去。嗯，你在清水吃了什么？吃了冰淇淋。还有呢？还有饭。还有面，还有蛋，对不对？对。吃了一整杯冰淇淋哎。满满的，什么口味？草莓味。啊，草莓口味，好，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对，贝小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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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。虽然小贝贝都破了，我还是一样的喜欢它。叔叔不能死掉。你休息一下，起来就干了。嗯哼，不会啦。Gas station. Where? Did you see a gas station? Where? Where is it? 那个。那个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红色的。有一点像火焰山，是吗？什么车子过去了？Volkswagen 还有 Toyota 哦，我看到了。我公布1688。1688是什么？1688就是计程车。哦，一路发发。今天下怎么会有很多电线呢？对呀，这里不知道是哪里。